刚才我们一直报一个错，就是这个错。看着，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儿来。我们这是不是有个表单？这个表单呢，我们要请求的是我们的这个汉动词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来提交表单，提交，请求到了没有 ？Update， 是不是请求到了？但是依然报错了，还报了一个 method not allowed 呢。按理说这个错应该什么时候报？其实我发的是 get， 你这是 put， 是不是会报？我发的是 post， 你这是 delete， 是不是也会报？总是我发的和你要求都不一样，这才会报呀。但是现在我明明请求到了，那就说明我发的请求和你要求是不是应该是一样的？那为什么还报这个错？所以这个错我们就要往下看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看这儿。说这个 GLP 啊，当 GLP 去收一个请求值 ，GLP 咋收请求啊？很简单吗？请求先到了 C， 从 C 转发到 GLP， 它是不是就收请求了？你注意 ，GLP 只能收三类请求 ：get、post 还有 head。head 一般我们不讨论，那就是只有 get 和谁 ？post。而我们发的是个什么？我们发的是个 put， 对吧？所以说报错的是 GLP， 而不是我们的 handler， 能懂这意思不？这个404也不是我们的 handler 不允许，而是 GLP 不允许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问题解决的时候就不完善。我们费心巴拉的让这个表单可以发 put 和 delete 了，发完之后呢，咔一条 GLP 完了， GLP 又不愿意了，这是不是也不行啊？所以我们还要接着解决，再做一步，这个事儿就完美了。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 GLP 可以去正常的接收我们的 put 和 delete 才可以。那怎么整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我先来问你啊，这些个 put 呀，这些个 delete 呀，都是不是都是做更新的，对吧？这个呢，删除的，对吧？我问你，在更新和删除之后，你真的需要直接跳转一个 GLP 吗？真的需要吗？咱们刚讲过的跳转的原则是什么来着？一般都是查询之后才会跳一个视图吧，而张三改之后都会跳一个查询的 C， 对不对？所以这样的场景是不是几乎也没有？能懂的意思吧？我们都是在一个查询之后才会跳一个这个 V， 是这意思吧？而查询的方法在 REST 的写这个约定中，一个是什么动词？是不是应该是 get？get 是查 ，post 是增加 ，put 是更新 ，delete 是删除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事儿从实际的场景来看，它就不几乎不存在，能懂这意思不？它就几乎不存在。如果确实有一个特殊的需求，需要我们在做完了 put 和 delete 之后直接跳视图，我们也不会直接跳，我们会中转一下，我们会先从这儿跳一个 get 方式的 C。就从这个 C 跳到一个 GLP， 这个事儿是不是就解决了？它没有一个直接的方案，你必须得迂回一下。那这个迂回呢，不是真正的迂回，是基于实际场景，我们是确实需要这样的迂回。大家能想通不？好吧，所以这个问题基本上不需要我们做额外的组件，从实际的场景出发，从实际的场景出发，它是不是也就可以解决掉了？行吗，同志们？是这个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同志们，那这样的话，基本上对于这个 REST 的使用，我们填了两个坑，一个坑是 form 无法发送 put delete， 一个是 GLP 无法直接接受一个 put delete， 是这意思不？然后下边最后一个点就是我们的一个补充，是如果你用阿贾克斯来发请求的话，刚才我是不是一直在写这个东西？是不是也就没什么新意了？就是该是 put 就 put， 该是 delete 就 delete， 这倒无所谓了，行吗，同志们？这倒无所谓了啊。那么这样的话 ，REST 无论是开发还是使用还是测试时的一些个填坑，咱是不是都 OK 了？行吧？所以到这儿为止 ，REST 它的一些个使用，包括一些个基本的坑，我们就说完了。